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HK。那今天为大家示范我的献血方式。那这个献血方式超级牢固的，我从来没有报过献血过。那介绍分享给大家。来，首先把我的献血的线头做个对折，对折之后呢，穿过我想要绑的一个，不管是保险环也好，或者是八字环也好，好，穿过去之后呢，打一个结，打结，看到了吗？好，那把这个圈圈线头的这个圈圈打开，打开之后，把这个八字环穿过去，绕过去之后，在这两条。后面这两条再拉紧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那很简单，这超级牢固的，因为它有两条线撑着。简单吗？然后再把多余的线头剪掉。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接下来为大家示范的是一个超简单、新手必学的一个献血方式。首先呢，就要把你的献血穿过这个线头，穿过这个圈圈，拉长，拉长之后，把这个线头。绕个圈，绕个圈之后，这个线头在这个圈圈里面绕个5圈，好，然后再拉紧，拉紧之后。就完成了，有没有超简单的？再把线头剪掉，就完成了。完成。